模拟考核呢已经到了尾声了，终极考核的话要给一个四级大爱，要请我的老朋友请他出山。欢迎你们乘坐真相游轮，很高兴今天能以特殊的身份参加法医实习生终极模拟大考核。我是本次终极模拟大考核见证官李昌钰博士。那个，哦，是李昌钰博士。哇，法医圈的神，教科书版的人物，激动的都想哭。这艘船现在就和我一样，是一座孤岛。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我都无法忍受。我要让你们一个接一个的从这里消失。我们也会死。他面部惊恐，可能是受到了惊吓，头部出血挺多的，他可能和别人发生了一个打斗。脖子上有红绳，还有一个扑克牌，红桃四，方片四，手里的扑克牌是不是都是四？四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不就死的意思吗？连环杀人，给我死！他们三个骚扰这个服务员，服务员如果想私底下报复他们几个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这些水手呢，平时也看不太惯他们。感觉酒保呢，从来都没有那么生气过。这三个人说，船医给人看病乱收费，不收费。又一起案件出现，又死了一个！天哪！船长，船长啊，船长！船上人心惶惶，不会还有下一个吗？